我去面试找错桌了，结果人家是相亲的，我把他相亲对象误当成竞争对手，给他忽悠走了，结果美女还要带我去吃饭。我也没寻思是刚要这样啊，不是这个咱要一直拉着吗？是从出来就一直在拉着我走。哎，不是不是那个就是这要是咱的那个那什么企业文化，我能接受，我都能接受。美女拉手他妈的潜规则我都行。到饭店的这些操作给我整不会了。离我那么远了。我啊，那我应该不是我。我当时真怀疑他想潜规则我。啊，你是？好，你害羞鸡毛啊！这个是你的水吸管吗？啊，这儿。你不会给我拆吸管吗？给领导办事啊。你第一次跟女生说？我不是我。那我给你拆。我那个给你把吸管拆里。我是真害羞了。来，吃啊。我啊，你怎么这么紧张啊？我觉得我说实话，我真没想到咱工作待遇这么好。工作啊？什么工作？这时候原来的面试官来电话了。你给我打电话干嘛？他在干嘛？他在装傻吗？虽然很可爱，但我工作怎么办啊？